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今天要与你分享的是艺术是相通的。有人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我最近经常有做菜，那么我今天想分享一个话题，学音乐就像做菜。在收听节目之前，请记得先点赞收藏，然后呢听完节目之后再评论，让我们一起共同进步，多多交流。每个人的喜怒哀乐，对世界的认知几乎都不是自己自觉式的，不管是大众的认知还是特定的个人，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都必须要呼应。就好像是很多年轻的女孩得了青春期厌食症，那是因为她们过分的减肥造成的，而后就开始心理扭曲了，身边的人只要不说她们骨瘦如柴，她们就会觉得自己很胖很胖，对周围人的评价也高过了对自己的真实评价，他们的脑部活动就会有差异。其实一般人的正常状态是这样的，我们在观看自己脸部的时候，大脑活动量会比较高，看别人的脸的时候反而会比较低。但那些青春期厌食症的人士呢，正好相反，他们看自己的脸时反而会比较低，也就是说他们对外的关心程度比关注自己来的高得多。如果看待别人比看待自己来的高，这样就不合理了。太过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就像唱歌时只能唱一个调，失去了原本的生命样貌。那部分人的心灵是细腻的，忽略了自己。你可以发现，那些所谓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的生涯都是一步一步的累积，直到被整个世界肯定。那样的人都是非常激励人心的。记得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本书佑告诉所有的学者，他说，不要盲信教科书，也不要为了发表论文去做简单的题目。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领域特别有感觉呢？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学习了某个领域，他就会把他所有的思维都框死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他内心会有一个权威者，而权威者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权威者说什么是不对的，他马上就收手不做。其实这样也抹杀了自己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好奇心。其实如果抹杀了好奇心，抹杀了童真，我们很多创造力和逆商思维就开发不了了。不要让预设捆住了我们的生命，太多研究生更愿意去走一条安全的路，而选择性屏蔽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如果你此生就决定要投入在某个领域的话，千万别放弃一个质疑和好奇的声音。如果你对我的话题很感兴趣，欢迎搜索公众号逆商思维。接下来我们继续。记得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在1951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有个心理学者，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博士了，他的研究主题是婴儿睡眠时的眼球移动。如果你研究过，会发现无论是婴儿还是成人，睡到一定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眼球的移动，一个晚上会有四五次。当时他的这个主题很冷门，在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人睡着时大脑是不运作的，醒了才会运作。当时啊，没有人真的去怀疑这件事情，除了艾瑟林斯基这位学者以外，没有人去探究这个领域。那么听到这里，如果你以为我要说他这个创新，非也。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啊，当时他在人生的谷底，你知道学术研究是要花钱的，自然他找不到赞助，而学术方面呢，又见不到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人愿意去当他的实验对象。心理学者经常可以选择心理系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那个时候啊，他也很抑郁，快要自杀了。就在他死马当活马医的阶段，在某一个很冷的冬天，他就把他8岁的儿子当作实验对象，他让孩子睡觉，装上了脑波仪。在他睡着的前40分钟里，脑波没有任何动静，就和整个学术是一样的。但是在孩子睡着后的一个小时后，出现了脑波活动的记录，他的眼睛和大脑开始有大量的活动，
但他当时是坐在脑波仪前面的，他以为孩子醒了，然后又跑过去看看孩子，孩子竟然睡得很熟，深睡的状态，而他恰恰发现了他孩子的眼球在动，他当时自己也是惊呆了，在第一时间啊，他甚至以为脑波仪坏掉了。后来他再次确定了脑波仪没有问题之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反复证明了人睡着以后会有一些区段，这个时候大脑的活动会非常的活跃。有了实际实验的证据之后，他的结论终于开始由黑翻红。大家原本都预设人睡着以后大脑是不活动的，而现在证明了人睡着以后大脑是会活动的。这样的现象叫做快速眼动期，也称为 REM。 在快速眼动时期被叫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记住自己的梦。而在一般人的睡眠情况下，人会有好几次 REM， 这在心理学领域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后续所有与睡眠有关的研究基础都来自于他的发现，就像发现了脑中的新大陆。那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之前本书又说的，是不是他告诉我们不要盲信教科书，也不要为了让自己的研究很容易上学术期刊而做一些简单的研究。我们可以深思，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被一些简单的预设困住了生命呢？或者是为了避免错误而选择了安全的道路？那么在这里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下。一，回到我们的生命和职业生涯里，你到底有什么预设？比如说有些人对身份角色有一些预设，认为男人就应该怎样，女人就应该怎样。又比如说年纪有预设，比如说30岁的人就应该这样，或者他心里认为40岁的人就应该怎样怎样。又比如说认为创业就有一定的风险，上班才是最有保障的生活方式。这些预设是不是真的合理呢？很多人困在人际关系里。又比如有些人会认为必须要做个好人，必须要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那么你何苦这样为难自己呢？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敢质疑和挑战这些预设，而去跳出一些不恰当的想象呢？比如我们的父母辈会认为要考公务员，要好好读书，学历要高，将来要有一份好工作，对不对？可是在现在整个年代已经不一样了。那是因为在我们的前人，在他们的时空背景之下成立的思维，不仅职业生涯是这样，创业这样，恋情也是这样。我们要放弃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预设，让自己跳出所有的框架，多接触所有的艺术，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事都会让你的思维更加的多元化。在你进一步想要去做某一些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之前，可不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到底我们被哪些预设困住了？我们可以对自己提出三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预设？你有曾经挑战过去质疑这些预设吗？这些预设又是否合理？它是否可以足够的去支持你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带给你的好处是对你的未来好，还是想象于过去？你现在亲眼看到的真的是这样吗？所以生命归根到底，我们啊还是要对自己负责。如果预设不合理，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吗？再说的详细一点，我的来访者当中大多数的人，他们的痛苦都来源于比较。比如他们会觉得自己和同龄人比起来，有些人已经有小孩了，他就会觉得自己很糟糕。那同年龄的人社会地位如果比他高，他也会觉得自己好差劲。当比较占据了这个人的全部，那么会对这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你身边有接触过一些做设计的、学艺术的，他们在工作之后所从事的行业即使不和艺术相关，但他们骨子里也会有一种很独特的不愿意随波逐流的想法。你可以去尝试着接触这样的人，也可以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回忆一下小时候的音乐课上，老师教我们五线谱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好枯燥啊。当然这和教学方式也是挂钩的，一个不会寓教于乐的老师，学生也会觉得这门课很无趣。
那么现在我用最简单有趣的方法让大家再次感受一下音乐，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艺术方面的灵感，好让你跳出预设框架，不再觉得音乐课是无趣的了。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每一首曲子都有它的音型，有些音型呢是往下走的，我们叫它下行音，有些是往上走的，我们叫它上行音，这么一级一级的往上啊，叫做音阶。每一首曲子都有它的旋律，都包含元素和密码，同时呢，旋律也是有形状的，是有素描感和色彩感的。很多东西啊，看起来很复杂，比如旋律看起来很难，但其实并没有这么难。在这里，我会把音乐和艺术翻译成容易理解的语言，让大家更好的学习。等我全部都拆解完，您就能知道音乐其实也很简单。在一首旋律里，一个理所当然的下行音之后突然急转直上，上行音突然急上之后又急速下落，就像我们做激流勇进一样，这种不是挨着一个一个的音走的音，我们就叫它为跳进音。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乐句，它就像上下楼梯一样，一级一级的往上走，或者呢又一级一级的往下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急进音。在这里啊，你就可以在旁边画上一个小小的楼梯的符号，可以对急进音有一个更好的理解。那么一些简单的乐理知识分享完之后呢，我想告诉你们我平时是如何做到自己去作曲的。我发现很多曲子其实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旋律，而且这些旋律是可以和诗歌去对上的，比如说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其实也蕴含着旋律，你可以自己念一下，感受一下旋律。你一旦把这个诗句翻译成音乐的话，就会变成一首很好听的音乐。所有的曲子里面都会突然之间给你抛出一个跨度很大的跳进音，这就是一个高潮。高潮可以制造惊喜，这就是作曲家最厉害的地方。如果你对我的音乐感兴趣，也欢迎跳到我的音乐专辑当中，好好的欣赏一下我的原创音乐日记，希望你会喜欢。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写作文也是一样啊。我的作文里通常会一开始把情绪降低，最后再把三观抬高，将文章推到高潮，高潮结束之后再收尾，那么这篇作文就会让人记忆犹新。同理，作曲也是一样的。记得在上一个节目当中我提到过和弦，这一篇呢主要会从心理预期和框架去聊到音乐，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整个主题。高潮过后一定要让你的曲子或者你的旋律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才能够结束这个乐曲。所以我们知道了旋律的形状，它不是圆的、扁的、长的、方的，而是上行音、下行音、跳进音或者是急进音。除此之外，我还要介绍一个很厉害的音乐元素，它叫做变调。它几乎就像是一首歌曲的细胞，整个细胞可以分裂繁殖，然后再变形发展，分布在歌曲里面，让旋律变得很洗脑。我们很多小朋友练习曲弹得非常好，但是呢它的旋律并不洗脑。举一个我们小时候学音乐的例子，记得6岁的时候啊，我跟着父亲去上班，他们文化局里有音乐部和美术部，我总是趁着没人注意把音乐部的门关起来，一个人在里面自嗨起来。我在自嗨些什么呢？我会把所有自己会的曲子都重新变调一遍玩一玩。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变奏，这是一种变换原来频率的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我们可以在原有的曲子上进行创作，这样一来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那你的曲子就是有灵魂的。比如你还可以加上装饰音，通常我们呢都是用临近的音来加上，这样的话整个曲子依然都会很协调啊。我在我父亲单位的音乐部里弹了很多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而且将它进行了一定的变奏。这个时候经常有人去敲我爸爸办公室的门说，哎呀，今天可不得了啊，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师啊，
是何方神圣，把曲子弹得这么有灵魂，他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当被我爸爸办公室的同事告知这是苏老师的女儿啊，才6岁，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认为是一个有艺术气质的艺术灵魂的小姑娘，其实并不是这么大师，只是一个小朋友比较善于自我创作而已。好啦，那我再继续比喻，音乐就像烧菜，你呢可以翻来翻去，以不同的样貌不断地出现，就好比你有3种食材，土豆、鸡、西兰花，你就可以翻来覆去变换着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烧制各种美味。音乐也是一样啊，你可以每天换不同的样子与装扮，不断地制造机会出现在你喜欢的人面前。音乐就像女孩子，如果她偷偷喜欢上一个男生的话，她可以每天对着同样的衣服打造出不同的装扮来吸引这个男孩子。我来举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曲子《摇篮曲》，你可以从里面听出来，好像有一个很小的东西一直在重复着。没错，你听到的这简单的3个音，就是这首曲子的节奏动机。嗯整个曲子呢，就从这3个音所构成的节奏所发展出来的。你每天听到它出现有点像，又不太像，为什么呢？因为它每一次出现的高音和音型都不一样，但是它的节奏形态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演奏什么乐器，请你记住，这首曲子来自于这3个音的节奏动机所发展出来的，你可以再听听看。最后，我来总结一下，无论你先学习的是什么乐器，你都可以先掌握它的音阶和主旋律，搭配好节奏，释放它的张力。你可以配合自己的嗓子比较适合的音域，舒服一点的去唱。那我们弹奏的每首曲子都是由单音乐到2-3个旋律交织在一起的。交织在一起之后呢，我们称它为复调音乐，再发展到由和弦、伴奏、主旋律和主音乐，或者叫主调音乐。这个过程就有点像你在画画一样，好比说你要画一个杯子，于是你就拿着铅笔在白纸上用简笔画的方式画了一只杯子的轮廓，但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单薄，有点孤单，就像单音一样只有一个旋律。而跟着我画素描的学员，他们都知道任何一幅素描要看起来不那么单调，就需要加上明暗交接线，涂上黑白灰，把阴影和高光都给刻画好。其次还要注意良好的勾图，这样出来的才会是一个很厚实、很扎实、经得起推敲的作品。那么在音乐当中，就像是一个有饱和度的乐曲一样，很多复音音乐都是由几个不同的旋律交织在一起，这样就变成了好听的和声了。音乐家有时候会帮音乐去上色，让乐曲的色彩和层次听起来更加鲜明。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引导各位用发散性思维的方式学习乐器，像音乐家一样去烧菜，希望可以帮助你们提高对音乐内涵以及绘画内涵的理解，提升艺术审美，跳出被假定预设框死自己思维模式的框架。只要你认真的聆听，就可以提升你右脑的运动。学习乐理或者多欣赏音乐，也可以帮助各位去思考或分析音乐的内涵，它是左脑的运动，也就是说一个全脑的学习方式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更有艺商思维和跨界创造力的人。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感谢你的宝贵建议，希望你生活愉快。我是杨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